好，现在我们来讲创造论。上帝的创造，一般的论述，也就是说呢，讲到创造的时候呢，一共有三章的。第一章是一般的创造论，第二是天使的被造，第三是物质世界的被造。然后三章的创造之后有护理，讲到护理的时候，上帝的谕旨跟谕定又会重新出现的，逃不掉。好，一般的创造论，上帝的创造一般论书，第三页。当我们讨论到神的永恒计划的时候，就肯定会导致要考虑到神是怎么样实现他的计划的呢？那我们就要从创造开始讲了。这里有两点，第一，创造是在时间上先发生的，但是第二，在逻辑上也是排先的，因为上帝的创造是所有他的启示的开始，也是上帝启示的一切的基础。所以呢，创造论呢，是一切人类伦理和信仰的根基。圣经里所讲的创造论呢，不只是在解决宇宙起源的一个哲学的解决方案，不是的。圣经里讲到神的创造是从伦理和信仰或者宗教的重要性来讲，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我们知道他创造宇宙呢？是要告诉我们神在启示人与神的关系是如何的。圣经强调上帝是一切的来源，一切都属于他，一切都服从在他之下。这种的创造论只能够从圣经来认识，只能够以信心领受。罗马天主教就不是这样相信了，罗马天主教的经验主义认为呢，也是可以从自然，也就是自然理性可以知道的。我们一起来读《希伯来书》第十一章第三节，来。我们是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。信什么？当然就信神的话。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，不是神话啊。明白吗？不是一个迷思神话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。这样所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，就是从神自己的小欲创造的。下面我们首先要看伯克夫循例的，先讲历史中的创造论。第一点，希腊哲学与早期教父，这一点虽然只有几行，但是很重要的。希腊哲学家他们会说，他们会从一个二元论来讨论宇宙的起源的。什么叫做二元论呢？就是说宇宙中最永恒的最高的真理有两个，就是灵和物质，或者说存有和非存有。再来一次哈，二元论就是宇宙里面是有两个最高的真理，有两个最永恒的，有两个最大的诠释。就好像我们今天福音派也会受到这个希腊哲学影响的，不要以为我们反对世上的哲学就不受他们的影响。我们保守派的很多很多希腊哲学的影响，二元论在我们里面的。比方说很多时候我们呢过分的强调魔鬼，什么都是魔鬼的。人为什么亚当为什么犯罪，夏娃为什么犯罪，因为魔鬼，什么都因为魔鬼。那 还不用说灵恩派那个讲到魔鬼哈，我们非灵恩派都会这样子的吗？对不对？魔鬼
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把魔鬼与上帝看作是宇宙里面两位同样有势力的君王呢？假如是的话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的教导不是说上帝与魔鬼一样的那么有力的，不是。魔鬼像一条狗，上帝用链子锁住它，不过那条链子很长，在世界里面游行，要吞吃很多人。但是上帝拉着那条链子的。魔鬼不是宇宙的王，他只是暂时上帝让他做空中的王而已嘛，暂时的，而且是有限的，而且是注定要扔在火湖里的。过分提高魔鬼的地位，就是希腊的不合乎圣经的二元论。不是的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不是起初魔鬼，是起初神。魔鬼要到第三天才出现，到了上帝审判人的罪的时候，魔鬼根本没有权利讲话，上帝叫他闭嘴，就他用肚子行路就是了。亚当还可以推搪一下，夏娃他们都可以讲一些借口，上帝说我要咒诅你们怎么怎么，蛇根本不可以讲话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堕入二元论的错误里面。那这个二元论的错误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物质是永恒的，这是第一种的错误，二元论的第一种，就是灵和物质都是永恒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晓得在其他的课程有没有讲过，就是最高这个最高是物质啊，对不对？最高是灵，纯灵，最低是纯物质。那上帝呢？上帝在纯灵之下，我们是指圣经那个耶和华哈，是在纯灵纯纯有纯理想之下，人呢又下来几层啊？上帝造人有物质，那最下面的是物质，是非纯有，是邪恶的，物质是不好的啊！你看到这个二元论呢、啊，就导致呢物质是不属灵的等等啊，但是呢它是永存的。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呢，又有物质身体，又有灵魂，所以人呢、啊、被造本身就是缺欠，又是完全。你没有听错，又是完全 perfection， 又是缺欠 defection。缺欠是因为他有这个物质的身体，会被下面的物质拉下去的。用中国传统的说法，有兽性。野兽的兽，但是呢人又会有灵魂去思想到永生，又会拉上去追求永恒。那这个恰恰就是天主教受到希腊哲学影响的人观。所以天主教在西方的教会呢办赌场的，没有错，赌钱的赌bingo，他们礼拜三晚上可以有赌博的，那你要考虑人的兽性吗？对不对？那赌完之后第二天你就去神父那里望望弥撒，或者是告解就是咯。因为人就是会往下拉往上拉的，那神呢也是，不过他高一点，高到差不多最高，还没有到最高。物质本身是邪恶的，但是它是永存的，所以你非要去解释不可。神创造世界，怎么去解释呢？慢慢来那其中一种的解释方法是这样子的，下面就要讲了。除了物质是永恒的以外 ，B 就是 emanation 放射论。什么叫放射论呢？那最高最高的是零，那个是不可知的。那我们现在讲这些东西呢，
就是当时新约时期的诺斯底派异端要讲的，也就是今天台湾大陆都很盛行的新纪元运动里面背后的异端，也就是达文奇密码电影这类电影背后的异端，所以非认识不可。这个不只仅仅是古希腊一些的哲学哈，今天在复活的，在复兴的。好 ，emanation 放射论，最高最高的是纯灵。好了，下来一个呢，那一定要下来一级，那就没有这么纯了。用我的说法是，不是24K 金了，是21K 了，有一点点杂质。为什么要下来？因为下面第二级的次等的，广东话说杂杂的一个有点差劲的神呐、啊，他才会创造有物质的人，因为物质本身是邪恶的吗？最高的那个灵就不会创造有物质的体的人哦，那他不会碰物质的。属灵嘛，不碰物质的。这个像我们中国跟西方某一种的属灵观吗？是的，这个错的，这个是错的。创造主一定是次等的，因为他要创造有灵魂又有物质身体的人。怎么创造呢？ OK， 好，我们先讲上帝创造天使，然后才讲上帝创造人。创造主不是纯灵，你看，我是讲这个希腊的哲学跟希腊的宗教，他们说，你看旧约的耶和华他会发脾气的吗？啊，杂杂得的，有点差劲的，不是纯灵，只是21K 而已。然后呢，他呢又创造很多什么空中掌权者、有位者，是天使们哦。这些又更加杂杂得了，又更加差劲一点了。不过下面这些的天使、空中掌权者、有位者和创造主和最高的纯灵合起来叫做神性的丰满。那哥林西书有用丰满或者丰富这个词的，但是保罗所讲的是另外一码事。我再来一次啊、哦，纯灵加上次等的神造物主，加上一大堆的空中掌权者，就是天使，加起来就是神性的丰满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那些比较差劲的天使和造物主和最高的灵都有神性的，或者都有灵的，或者都有纯有的，看你是哪一派，用哪一个字。好了，现在这个21K 的神呢，他创造了天使，天使就没有他这么多的灵或者存在或者纯有了。因为他是怎么样创造的呢？他是用他的神性或者灵性放射一点下来，好像 21K 放到下来一点变成 17K 了、啊、放到人又更加杂杂得了，又更加差劲了，可能变成是 14K 了，又少了一点，就好像下来是撒了一些金粉，所以结果最后呢是杂物、啊、不是纯金子一样。放射论吗？所以神啊，对不起，所以人和天使都有造物者的神性或者灵性或者存有。那这个错误的。我们基督徒是怎么相信的呢？我们相信神就是神，创造主最高的，不是次等的，很重要的哈，至高的不是次等的。神所造的天使和人还有其他动物植物啊，日月星辰等等呢，就是造被造的。你不能说神与人在量方面不一样，在存有的量上不一样，不是的，在质方面就是不一样。
唯独耶和华三一真神是创造主，天使、人、动物、植物、死物是被造的。所以你不能说神加上天使就是神性的丰满，那就变成多神论咯。是的，新纪元运动是多神论的，也是泛神论的，很混乱的。今天这种诺斯底主义的多神论、泛神论，要打进基督教，说这个才是有资格做正统基督教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这些基要派就马上被新派神学家打成异端了。不是开玩笑的，是阴谋阳谋，透过哈佛大学普林斯顿神学院一些的很极端的，有些是女的，男的当然也有了的神学家。我住在洛杉矶，已经有诺斯底派教会出现了。比方说达文奇密码，这套电影的那个主角啊说啊，对不起，这个作者说，我写这本是虚构的小说，不过是根据历史写的。什么叫根据历史？什么历史？不是真正的历史，是经过诺斯底派渲染过的历史。怎么渲染呢？历史是赢家写的，写书家一定写书的吗？其实呢，基督教和诺斯底主义当时是平等竞争的，不过君士但丁皇信了基督了吗？所以就把其他说成异端咯。不是的，这个不是历史的事实。历史的事实是，从约翰写完启示录之后，正统的教会就看诺斯底是异端，诺斯底主义就看基督教是异端，这样看历史才是对的。两方是斗争的，不是平等竞争的。啊，什么犹大的福音啊，那些都是异端，他们也看正统的教会是异端。所以你不能说当时有很多版本的福音，有很多版本的基督教平等在竞争，结果呢皇帝一来就压掉其他了。不是的，从来就有正统的真理，经过跟异端的反驳驳斥啊，一年下来，几百年下来，当然皇帝也开会了，召开会议让牧师们可以去讨论，但是圣灵在这个驳斥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见证真理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让达文奇密码这类的小说，特别是它背后的历史观来垄断教会。好，再来哈，希腊的哲学是讲二元论的，分两种，一种是物质是永恒的，那灵是不是永恒呢？也是了，物质和灵最低的跟最高的都是永恒的，那是不对的啊。为什么不对？因为物质是上帝说要有天有地才有的吗？啊，是无中创造的，从无生有的，不是放射论。为什么呢？神的神性人是没有的，不能说上帝放一些金粉下来我们都有一点点神性，不是的。因为这样说的话，假如说是放射论的话呢，宇宙就是上帝的彰显，宇宙不是上帝的神性的彰显，宇宙是上帝荣耀的彰显。哎，不一样啊，你记得吗？我们从头开始讲上帝的存有、上帝的属性都派用场的，因为有错误吗？所以才会搞出这么多的什么上帝的存有、上帝的属性、不可传递的属性、能传递的属性。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要彰显他的荣耀、智慧、全能等等。宇宙本身不是上帝神性的外在彰显，不是说宇宙是外壳，神是里面的内涵，不是。神是神，三位一体真神存在，他创造宇宙为了反映出他的荣耀，特别是他的可传递的属性。好，
我们刚才讲了一行半，第一点的一行半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继续来讲基督教的教会 Christian Church， 就是早期教父呢，从头开始就教导 A creation ex nihilo， 从无创造；二 free act of God， 创造是上帝自由的作为，就是说上帝主权的，上帝永恒里计划好了，他就主权的、自由的创造了。不是说他的本性必然呢、啊，就从21K 就撒一点金粉下来，变17K、14K 了。不是的，不是他本性必须要有的，是他自由选择的。记得吗？我们很多次都强调，有些东西必然的，有些是偶发或者自然、自主的、自由的。上帝主权，他愿意创造，他就创造了。从头开始，教会都承认的。创造是神的自由的，就是主权的作为，是从上帝从无创造的。寻道者尤斯丁是这样相信的，还有艾任牛、特土良、亚历山大的格利面、厄利根，还有一位提亚菲罗，不是使徒行传那个提亚菲罗，另外一个提亚菲罗呢，他强调呢，创造的六天就是六天，这个应该是艾德纽跟特土良的观点。好，再来，好 ，A 上帝无从无创造 ，B 是自由主权的作为 ，C 六天就是24小时的天。的六天，那我们下面呢，下一节就要开始讲格利面跟俄利根的。那从俄利根开始呢，就会有很多的错误了。俄利根呢，是在主后200年之后，应该说是教会最聪明、最懂哲学的领袖，他就播下一些种子，导致亚流派把整个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都捣乱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过渡期的人啊，他怎么样将真理说歪了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造成后来的祸害。下一节我们讲格利面跟俄利根。我们祷告，感谢天父，你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你是我们的主宰，我们理所当然要在你面前俯伏敬拜的，我们一切的生命气息都出于你，你也借着你自己的大能成就一切，叫一切都归荣耀给你。求主继续的给我们悟性，给我们爱，给我们顺服，叫你自己的教会，地上的教会，耶稣基督你的羊，信心建立起来，做你的精兵，在这个充满了异端的这个时代，教会能够继续的发出真理的光，也教导我们能够分辨真理与错误，教我们避免二元论，避免亚洲宗教的复兴，在我们的信息，在我们的信念中，帮助我们继续的教导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